各大系都有输。重点是高铁不是飞机啊，高铁就是一定要站站停啊。哎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我之前也表过他，七五十二点真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啊。你怎么不说一直关这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啊？一直关很一直关其实规模不小，规模不小的城市啊。